我进入替父前来盗墓，火传尽孝，我也不住不挖笑。哎呦，简直的一派强词夺理吧，耍牛脖子有这么点硬劲劲儿。听我告诉你，宋云武有降龙木，破不了天门阵，但宋江山一旦赋予刘邦之手，请问将军你的忠在哪儿呢？老元帅不能为国报效，你杨将世代英明，赋予流水，请问你的姓可又在何处呢？依我相劝，不如答应我的亲事，我便带着降龙木归顺宋营，帮着将军破了天门阵，保定大宋江山，也不负你杨家世代英明，这才算得了忠孝双全呐、啊！我说这个话，将军，你要再送啊，再行。又一样，又宋营
名副帅发兵前来，这便与我是好。这个不要紧，莫把心里。命你带领20名喽啰，山下打听宋营的动静，不得违误。请问小弟，岳父大人今在何处？带我前去拜家见。